彩蛋哦。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哇，财神哇，我建议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喜喜喜你，你有前途。下课庆生岁，喜气盈盈，齐贺未多科音，中庆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都多欢笑，感受静静。让我来拍发幸福的传单，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起拼搏不能再等等，万事如意，财源滚滚，欢迎光临到茶餐厅驻足，天道酬勤是我对你的祝福，到底是谁在敲我家门，大吉大利迎接财神。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哇，财神哇，稳正义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去睇起你，你有前途。一号星期六，精彩看不够。好，今天呢，我们茶餐厅第一天开张呢，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说要来我们这里打卡了。那他们想要试试我们的美食到底是不是正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傅瑞吉跟弟弟王鹤棣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星期六茶餐厅第一位打卡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就是，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松韵，一起找寻那些经典回忆。九零代眼镜我最中意，阅读都能超出几成功力，富哥潮流时尚一起来逛逛，牛仔裤白衬衫还有大波浪，卧室贴着多少的海报珍藏，美女即将入场，她正在路上。掌声有请谭松韵。同学们，这堂课的重点都记住了吗？今天就上到这里，下课。老师再见。愿那风是我，愿那雨是我，飞花是我。
草东过，坐过沙土的我，不理世界算我是何，只要做个真我，在笑声里度过，冷管他光划过，对草登过，磨记一次因果，风里雨里也快活，伤心的歌，从错过真的我，回问那假的我，半生为何？面后再追后面，面后再追右面，祈求什么？是我，我是谁？无谓理我是谁，更加好过。快点，快点，我们要开始了。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起身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有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是爱，好，冬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宠爱，痴迷梦永远沉于心底。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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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喜欢，我知道松松是四川妹子，为什么唱这个广东话的歌这么的入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听粤语歌很多哦，还看港剧。嗯，我明白。你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研究旁边的同学演的是什么，然后呢，转身就看到弟弟已经开始变杨过了，你看他胳膊。然后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趴在前面那个课桌上那个同学是干嘛，你知道吗？对啊，后来我就跟艾达说，我说那不就是那只雕吗？Brady， 这个是那个我 rap 的启蒙，徐冠杰老师，这个也是我 rap 的启蒙。怎么说呢？徐冠杰老师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用粤语，那其实我的音乐里边也用方言在说唱，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徐冠杰老师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前辈了。嗯，那个我看到这里还有这个下一站天后的这个碟片，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租影碟看嘛，对对对对对，然后下一站天后这个电影是我第一个买了一张碟片。要买的话说明是真心的喜欢，就可以珍藏，然后可以不停的看。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歌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对，下一站天后，对不对？怎么唱来着？副歌怎么唱？谁谁有天涯歌唱，谁又要唱？可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繁活一场。
要哭了。起了这个哇 ！Hello， 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Twins， 欢迎我们的容祖儿。Hello， 哇，吓到了！吓到了，很惊艳我。我先以为他们尖叫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在尖叫。哎，我也是这么认为。其实我看到最惊讶的是秦霄贤，一回头，头皮唰就麻了，就不行了。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们突然在身后唱起这首歌，观众在欢呼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跟那个小秦那个状态一模一样，也是头皮一下就麻了。我们从昨天彩排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忙，我们也很用心的制造这个惊喜，但这个看到你们的表情我觉得好幸福，很满足啊，值了。今天这个惊喜其实呢最开心的是松松，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好不好？当时在里面就觉得阿萨特别的可爱，还有里面有唱那个下一站天后，带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就是又有演又有唱，让我觉得很整体观影效果特别好，又很励志。明白，其实那个片子是一个让观众非常愉悦的一个作品，对不对？那我想刚刚松松他追这些剧，那其他人有没有平时看什么剧？我很喜欢怀旧的，所以我经常看回以前的东西。对，例如刘德华的那什么，旺角那个。旺角，对，开门。旺角开门。对了，还有《天若有情》。天若有情。对呀、啊，我所有说的你们都很有共鸣啊，哈。对呀、啊，非常有。是的。那既然大家都是追剧达人，我们现在呢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我们会分成两队，大家来答题，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是哪个作品。只要是我们的年代，一定可以。好，来。今天呢，我跟冯喜呢将会是两个裁判，反正呢我呢肯定是向着我们这边的。那冯喜你呢？我肯定是，因为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多留一会儿。明白。你也是我们这边的没有，我如果发现对方出粮，是这样，如果我发现对方有什么任何偏袒的地方，我就过来给你打小报告。好吧，好，来准备了，规则非常的简单，首先第一轮叫做看海报猜电影名。好，准备啊。容祖儿，你干嘛？回去。王浩，侯老师，你看他。对，没事，我们腿长，不站这一会儿啊。好，我们腿长。那待会儿说三二一，就大家往前冲啊！预备，请看第一题。预备，三二一，开始。好，来，王鹤棣，放心，弟弟猜不出来，不要说。我知道，我知道，快点，一把说。三二一，九品芝麻官，错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他输了，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九品芝麻官，一部戏我演的，我怎么不知道？是那叫什么呢？现在那个叫苏黑一，苏乞儿是吗？好，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原整个海报，电影就是。九品芝麻官。我告诉你，你们应该给骗了，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拍过。你拍的，你演的如烟。对，我演于安的，有点像，但这个真的是九品芝麻官。我们通过一张照片来让帮助 Ada 回忆一下。哎，对对，这是如烟，对不对？好美啊！九品芝麻官，这是九品芝麻。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作品里面有蔡少芬本人。他却记住了答案，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哎，忘记了，没关系，
第一题嘛，艾大姐第一题嘛。第一题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下一题。准备啊，来。三二一。三二一。步步来。这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哎，他杀死我了。放心，我一定会。回答正确。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指定去西京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呀！你们在干嘛？这是台词，台词。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去西京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来吧，我们请出当事人阿嫂阿娇在里面演了，对不对？对对对。阿娇演的是紫薇仙子。阿萨演的是紫兰仙子。对，我记得我跟张伟坚有一首歌的啊，我知道这个，恋在恋在我爱你耶，恋在恋在我爱你耶，恋在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恋。好，我们动作一定要快，好不好？ 好，但是不能离开凳子，不能离开凳子。来来，蔡少芬，蔡少芬，蔡少芬，来来，一个人控制住蔡少芬。好，下一题来，请看下一题。来，预备，我们要加油啊！加油，加油！三二一，开始，开始。好，王鹤棣。放心，弟弟猜不出来，不要说。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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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超时了，你超时了。OK， 我把这个机会给松韵，好吗？给我们队友，因为他穿裙子不好抢，我帮他抢。哎，那边有个光脚的都没说什么。说吧，好可怜啊！我们一起说，我们一人0.5分。好，来一起说啊，三二一，东成西就。两位都回答正确。谁是大英雄？是痛。好，接下来听歌曲前奏，猜电影名。好，来准备，请听第一段。好，来来来来来，崔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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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歌曲的名字叫做《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我痴音笑。磊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因为他最前面那个前奏的那个乐器印象太深刻了，太深了，对不 对, 对。然后呢，冯醒，麻烦你帮我摇一下秦霄贤，是不是还醒着？在吗？在吗？秦老师，我特别想在。为什么你跑得那么慢呢？对不起，是这样的，霄贤不是快慢的问题，他没有动，他不会，所以他没有动。三二一，开始！好，来，三二一，开始！什么呀？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来来来来来，崔磊，崔磊，崔磊。下一题，三二一，开始！好，王鹤棣。
秦去哪儿了？老秦，老秦走了。千里万挂水都透，今世受累别采风铃，换我国家那些烟面。好，来准备啊，下一题，请听。这是个 T 台秀节目是吧？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男儿有多少？歌名叫《谁是大英雄》。回答正确。剧名叫做？剧名叫黄飞鸿。不对不对，刚才已经播过了。霍元甲。不对不对，中华英雄。不对不对，刚才播过了。赌神。不对。放海报的时候，放海报的时候响了这首歌。刚才海报四个字的，四个字的。九品芝麻官，齐天大圣孙悟空，东成西就。东成西就，东成西就。回答正确。谁是大英雄？是风。问世间有几个绝对？老秦站出来了，你果然是英雄啊！我只能说，他的快乐来得好辛苦。